所以，像这种保洁，现在进口蛋的问题减掉已经介入了。现在减掉介入要确定，将这些蛋进到台湾来的时候，你从产地从巴西、从土耳其改成了台湾，这中间。 有没有伪造文书的问题？这中间有没有诈欺的问题？现在这个情势已经非常的一个清楚。我们看到这一张单子，中央畜产会鸡蛋调度专案上面原产地台湾，本来是讲说那是业者的问题，业者要负全责，但业者现在全部都说我们并不办法，这完全是农业部要我们做的。农业部叫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能够拒绝吗？而农业部碰到这样的一个压力。 他也不敢否认，他只能道歉说：“我当时的认知错误。”但问题是，认知错误就能够化解他这个危机吗？认知错误就可以撇清他应该负的刑事跟民事的责任吗？因为很清楚，这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标签。而这个标签在更改的时候，你有没有伪造文书的问题？你有没有诈欺的问题？而且这一批蛋。 非常有趣是，你从巴西来，当时讲说，因为台湾缺蛋恐鸡，缺蛋恐鸡，照理讲你应该马上丢在市面上来缓和这个价钱，可没有，你居然去全部送到了仓库，送到了仓库，刚刚讲这是六月，等于说你刚进来没多久，你就直接做成液蛋，做成液蛋，我们昨天讲到有一个关键就是，当你打成液蛋之后，你的保留期限可以再增加到了一年，而增加一年。 你是不是这一年你都放在仓库里面？是不是你要把这个产地从巴西、从土耳其洗成是台湾之后，你要慢慢的在整个风平浪静之后，再慢慢的丢在市场里面？也就是现在农业部，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各单位，到底有没有把人民的健康，到底有没有把食安？ 放在心里面呢。好，我们今天请到两边的代表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周松，你好，大家好。好，第四位是媒体导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林宇峰，大家好。好，第六位是农业专家吕宏，大家好。按照过去的惯例，正副官下台之后，整个风暴应该告一段落。可是看起来。 现在这个风暴并没有随着陈吉仲，没有随着林聪贤下台而休止。因为刚刚讲的蛋的问题还在你的眼前，蛋的问题还在货柜里面。现在又不断的传出说，有人吃了滑蛋，得到了这个所谓的沙门杆菌，然后现在上吐下泻，甚至对生命造成了一个威胁。那这些蛋跟这些进口蛋有没有问题？而这些已经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疑虑，还不止如此。刚刚讲的。 现在可能法律上的问题更棘手，因为减掉已经进来了。因为刚刚讲中央畜产会鸡蛋调度小组里面这个原产地明明是巴西，明明是其他国家，可是现在却已经洗成了台湾。如果洗成了台湾，是业者的问题，那业者自己要扛。但业者讲那是农业部叫我们改的，那这个责任来谁负？如果今天真的有伪造文书、有诈欺的话，那谁？ 要负责任呢？没错，这次的巴西进口的这个鸡蛋的问题来说，陈吉仲还有林聪贤两个都已经去职了，但是去职的时候，你看陈吉仲在说什么？哎，我就是呢，不会这个为我的政策辩护。那是他有人说什么？他是受到蓝白的这个认知作战而下台。那这样哦，他这个在去职的时候还这边哭，好，那林聪贤说什么？哎，美好的一仗，我打过了，我们挺一起挺过来，哇，讲的好像你们是悲壮而去啊，非常悲壮。对，但是问题是，宝姐，他们现在的麻烦才正要开始、啊，有这么严重吗？因为现在哎，宝姐。 现在问题是，你有涉嫌教唆人于罪，而且入人于罪的嫌疑啊？为什么这样讲？现在减掉开始在查，因为我们啊，我们在中央畜产会这次的鸡蛋的调度专案，有所谓的全鸡蛋，也就是冷冻冷冻鸡蛋这个部分，原本的产地，哎，原本是巴西鸡蛋，对，你说哎，把它弄成是台湾的产地啊？问题是，哎。 宝姐，原本应该是这样标巴西，巴西，但是后来更新的。但如果问题是，之前没有更新的是台湾，台湾说，哎，你是涉嫌产地造假，这是伪造文书，哎，违反食安问题，哎，这个业者一定要被罚，就业者说什么啊，这个是农业部叫我们做的啊，那农业部叫我们这样做，我们敢不做吗？哎，宝姐，这减掉已经开始进来查案了，这是有刑责，你难道要这些业者扛吗？还是要农业部要扛？所以这个问题才刚刚要开始而已啊。所以你说。 像台农这些的一个蛋商，是，你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说，哎，我被罚款的问题，是，我可能要背上刑责，有刑责啊，对，违反食安还伪造文书，这些是有刑责，你怎么去划分？
这所以我才说这个问题才刚开始。那你更不用讲，大家质疑说现在食安问题，哎，我们中秋节就快要到了，那假日那么多的时候，大家吃这些所谓这个糕饼，谁敢吃啊？现在问题大家说，哎，这个有没有疫情？虽然业者都说没有，我们也相信没有。问题是整个信心已经受到动摇的局面。那你更不用讲，大家现在质疑说，哎，你那个洗产地，你这些疫情，你要是打算摆一年吗？而且你好像一开始我们质疑的，你一进口就把它做成疫情，是不是你品质太差，买太多？虽然说现在的农业部说啊，我们没有标示错误的这个冷冻疫情都在仓库里面，没有流入市面。但是问题是，现在谁会相信农业部说的话呢？好，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讲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济就讲，哎，这个是为什么标示成台湾？对，这个是大家认知的问题。对，可大家也丢出了去年九月就已经白纸黑字就已经告诉你说，不对，这个东西你如果是业代或这些东西，你要标示它的原产地，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是，而且一进来了以后，刚刚讲这些蛋本来就是要去到市面上去解决蛋荒的问题。就你进来没多久，马上打成液氮，是不是？你本来就知道这液氮已经多了，是的，进来就知道多了，进来就知道打成液氮，打成液氮也就算了，你居然标示是台湾，标示是台湾，刚刚讲的标示台湾，你放就多放一年，对，现在还在冷冻库里面，六月还在冷冻库，难道你准备真的放一年吗？真的等到风平浪静了，风声过去之后，对，再丢到市场吗？对，为什么我说这个问题才刚开始？宝杰，那台中市昨天不是查获了金宝蛋品啊，还有新德茂的食品两家公司，他们用土耳其或巴西的蛋制成液蛋，然后标示为台湾嘛，对不对？这个洗产地，哎，我们知道嘞，事实上美国他们在处理那种所谓洗产地，都是罚重罪的，哎，很重吗？都很重的罪啊！所以你知道，哎，你这是冒假。我们知道我们台湾很多，包括说什么越南茶那些进来，对，业者被查获也都是。罚款罚钱的耶，那难道要业者吞吗？业者当然就说，我们是不能讲啊，对不对？他说农业部的要求，对，我们敢拒绝吗？对，好，那农业部的说法是这样，哎，代理部的部长就说，哎，以往在进口都属于所谓实质转型，实质转型的话可以弄成是台湾，那这是个大家认知的这个问题。那后来他说，哎，我们七月就把它改成是这个巴西这样一个状况。可能问题是，宝姐，他才下午刚讲这样子哦，说啊是认知的问题，他这个所谓实质转型，就我们要晚上他就发布，他说根据食安法还有卫福部于2019年11月7号发布的规定来说的话，液碳的这个标示规定来说，我们要原产地，对，原产地要写出来，所以等于是他下午才讲之后，晚上自己打自己嘴巴，而且打人家就说这次打嘴巴是谁？因为发这个所谓食安法这个规定，卫福部的规定来说。陈时中，所以人家说是陈时中打脸陈吉仲啊。好，但刚刚讲到的陈俊济在一开始有讲，哎，刚刚讲的你从头到尾都在说话。对，你刚才讲说那个有保存时间，乘120天，大家说根本没有，不可能那么久。对，那你说因为有这个涂蜡，所以你可以放那么久，结果你也没有涂蜡。现在你就告诉我说这个标示不标示错误，标示台湾是认知问题。但是很清楚的，今天以过去的法规怎么可能不知道？陈时中的法规你怎么可能不清楚？对，结果。他又说谎，又被抓到了。对，没有，那食药署也出来了。那个食药署也说嘛，就是说这个液氮的这个产品是壳氮，然后经过清洗，这个这样子，它不是认定的所谓实质转型，所以它没有化学变化。对，你液氮氮还是氮，生的氮还是氮，你没有说煮熟了以后，哎。我那个蛋凝固了，我那个蛋变成了茶叶蛋或者是这个卤蛋，不一样。对，所以问题在哪里？你看这个，我们食药署的这个副署长还特别说，洗选液蛋都没有实质转型，食安法的规定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从来没有变过。所以说，这个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济他又在说谎。对，所以说从2019年标示之后，他就从来没有变过。那这一次照理说，你看我们这个时间是2023年，照理说就是已经有食安法公布，你就按照这样的公布啦。那你六月为什么会用台湾？你说是啊，是指我们是认知的问题。问题是这不是认知的问题，这是你已经触犯相关的法令了。不是，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如果你不知道，你凭什么坐这个位置？对，你是农业部的最高主管，如果你连这一条都不知道，你凭什么敢去处理蛋的问题？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处理蛋还有多少狗屁叨叨的事情我不知道。好，如果你知道，你还这样讲，对，那你这个人就太坏了吧？而且现在农业部是这样说的，哎，我们才跟大家道歉啊，对不起啦。然后我们会对畜产会来加强监督，然后对这个检调追查，还有业者就可以做事实陈述，该调查就该调查。现在就是说，哎，反正就是调查嘛，不只是这样。哎，我觉得杜文珍这个就事实陈述。
我觉得是威胁。什么叫事实陈述？你就直接讲，哎、欸，台湾单就台湾单，巴西单就巴西单，你就讲事实陈述。对，那你知道业者现在是等于变成是，哎、欸，你当初跟我们说我们可以标成台湾，那我们农业部这样要求，我们就这样标。所以现在问题是什么？哎、欸，减掉下去之后，总是要有一个犯罪对象。对，那犯罪对象到底是这些相关的业者呢，还是农业部呢？所以我才说这个问题后续还有的吵嘛。而且这种进口假冒国产，哎、欸。量不断在增加当中，那云林原本查出500箱，那隔天又找出200箱，那200箱的时候，哎、欸，制造点在哪里？制造点又在新北市，所以现在等于是哇，越来越多，好像天女散花这样开出来了。那像很多都是这样，都有台湾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才说嘛，你洗了那么多这个蛋在这个地方，现在大家当然会生气啊，而且大家担心的是什么？这些液氮到底有没有流到市面上去？你也说不清楚嘛，对不对？比如说，包括说像新北市的这个蛋商，他们现在很倒霉。他们说，原本呢，我们有买一些中政府的蛋，就政府蛋，没想到，哎、欸，现在大家都没办法，因为他们是守法业者，就没想到现在呢，大家只要一听到说你是进口蛋，不敢用了，不敢用。他说，现在我们只能够把买进来的进口蛋全部自己销毁，那就现在就是一团乱。而且很清楚哦，对，今天新北的地检署、台中的地检署都已经动起来了，是动起来里面刚刚讲两件事，第一个是你有虚伪标记，还有伪造文书。对，除了台中的那两家这个公司之外，你看还有另外新北市的这个福商盛的这个他的这个蛋品公司也是这样啊，他现在也是事实，现在检调已经介入，然后而且朝这个所谓虚伪标记等等罪去这样子侦办。虽然说，哎、欸，这些人他现在事实陈述就是我们当初是听这个农业部叫我们标成这个样子，那请问这样是怎么去定罪？而且让这个社会觉得不安的是，哎、欸，以前我很少听到什么沙门杆菌感染，这样要讲的。前两天不是讲说有一个港商他说我不做滑蛋了，因为我为什么不做滑蛋？是因为我的很多的客人都说我吃了滑蛋以后上吐下泻。那后来之前有个营养师讲说，哎，我为了健康，我为了健康以后我都就多叫了一个蛋，对，就没有想到我吃了没多久我也上吐下泻，也是沙门杆菌。是，今天在高雄又有一个人，一对的情侣跑到了高雄热炒店，一样也是吃滑蛋，对。又是上吐下泻，又是沙门杆菌。这是发生在这个高雄。高雄的话，有一个这个算是热炒店，就被他吃了之后，哎、欸，回去就上吐下泻的这样非常严重的这个状况。两个人，哎、欸，你看多严重，上吐下泻30次，然后还血便脱水，然后失去排尿功能，两人住院了5天才好转、啊。很严重哎、欸，很严重。就没想到后来去查，是因为他的滑蛋虾仁饭验出沙门氏杆菌的这个状况、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又是沙门氏杆菌，又跟蛋有相关？当然，我们目前为止没办法确定，就一定是蛋。但问题是你看到这些案子，你会怎么样？对啊，你会很害怕。哎、欸，这个滑蛋我根本就不敢吃了嘛。是以前民进党丢出所谓的食安五环，丢食安五环就是要安定大家的民心，就搞得鸡飞狗跳。恰恰就是这一次的滑蛋，就是你自己搞出来的这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宝杰现在也说不清楚了。台农的这个蛋品，他的老板涂文采，他不是前天跑出去吗？他现在回来之后呢，就开始这样说啊，再说说啊，畜产会配给我们的进口蛋，说是给我们洗选之后，然后再送到全联去贩卖。也就是说，大家要查的是洗选蛋的这个去向。他说到全联，问题是他的媳妇讲的不一样，就是说还有调度给其他蛋商，还有制造加工，所以他们回来到底去哪里？对，所以后来有两个说不清楚了，两家公司再被各罚50万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怎样？我抱歉，现在问题是，你看台农在各个高雄还有屏东的这个洗选蛋，有不仅有巴西蛋，还有泰国、澳洲、土耳其等等的，一共那么多，所以现在为止来说啊，这个进口蛋已经是越来越复杂，问题越来越大，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才说这个问题不是随着陈吉仲还有林聪贤他们两个就拍拍屁股啊回去教书这样就算了，问题是后续的法律的这个追溯恐怕还有的走。好，所以还有。今天等于说，我从巴西进口蛋，我今天从泰国进口蛋，或者我今天从土耳其进口蛋，今天把标签洗成台湾制造，真的有刑责吗？是的，在前几年啊，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啊，就是有越南茶叶进来台湾当成台湾茶叶卖的案例嘛，对不对？那这种就是混冲假造啦，所以说这些案例都已经判了，都是什么？都是诈欺。诈欺。对，所以这些混茶的茶商啊，都有。所以现在这些蛋商。蛋商，你如果真的你做了混蛋，也就是你把进口蛋跟台湾本土蛋混在一起，或者你直接把进口蛋标示为台湾蛋，都有刑责问题。对，都有刑责问题，都有诈欺的问题。所以现在为什么检调要介入？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标示不实，而是你明明知道这是进口蛋，你却刻意标成产地台湾，那你的犯意也有了，你的事实也有了，所以这就是诈欺。而且你今天特别，老板，我们看这张照片，在这个图表。你说从这个图表，你就可以知道，今天刚刚讲的农业部或者是中央畜产会，整个进蛋的时间
进来的数量完全不合理。是的，宝杰哥，你一般你常温在家里用的那些蛋，大概可以放多久？两个礼拜吧。对啊，大概两个礼拜就好。那如果冷藏，大概多久？一个月吧。对啊，一个月嘛，大家都知道缺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三月。三月嘛，对不对？可是你看，你真正到来的大量到的时间是什么？五月、六月。如果真的有这些蛋商在囤蛋啊，请问过了两个月，这些蛋都怎么样？臭了，都臭了嘛，对不对？所以说这，所以说很难囤蛋。对，所以说，所以陈吉仲讲说，为什么我这个蛋一进到了台湾，我不能丢到市面上，是因为那些黑心的蛋商，我囤了很多蛋，他看到了农业部已经从外国进口蛋了以后，我怕我的囤蛋卖不掉，所以我才赶快丢到市面上。可是你说，如果我要囤蛋，我应该从二月开始囤，三月开始囤。可是你今天囤到的时候，哎。你五月人家蛋都进来的时候，你要在这个时候把蛋试到这个市面上，那个蛋都臭了。是啊，我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的蛋不像巴西蛋可以冰四个月嘛，对不对？那你只能冰两三个礼拜的时候，你看它价格好，那你怎么不赶快出掉？对，不赶快在四月就出掉了，所以根本就没有这回事。重点是什么？如果你一直维持像四月进这样一千多万克量，台湾根本就没有问题哦。可是你可以看到，像五月来讲。五月一个月进口了四千多吨啊，四千多吨是什么概念？你可以看到，去年才2500吨啊，对，前年才400吨啊，一年，对，前三，然后大前年才1000吨啊，你一个月进口了过去三年加起来总量啊，你怎么会不出问题呢？对，对不对？所以说，所以你说。缺蛋不是今年才缺，这几年因为禽流感的问题，我们本来就有缺蛋的危机，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刚刚讲到的，从2016年来，我们就开始从国外来进蛋，我们也有这些经验。但是问题是，哎，即使到了去年进蛋已经算多了，去年算多了，也不过才2552万吨吧，是吧？对。那你怎么一下从今年大飙涨嘞？对，所以你的评估根本就有问题嘛。所以你进了那么多，你看进了这7500万颗，进了这6500万颗，进了这么多的鸡蛋的时候，你在五六月到，那你到的时候，你当然就用不掉了嘛。那你用不掉呢，你就冰在冷仓库，丢在仓库，对，丢在冷仓库里，然后赶快做成液氮，对，赶快叫做成液氮去请人家，然后赶快洗产地，赶快洗产地，而且甚至这些液氮也用不掉，我就懂了，只能去叫这些蛋商，因为。农业部带进来以后，发现变康了。对，所以啊，他们发现这些没有办法，所以他们从头到尾都在为自己的错误评估去擦屁股。可是他们到这样了，他们都不承认自己的评估错误，他们只能怎样去说这是要对付黑心蛋商。可是你刚才讲的，如果你今天我放一个东西可以存半年，可以存一年，你的理由都可以成立。可是你今天的蛋又放不久，所以他才要一直去把它做成冷冻液氮嘛。我今天做成冷冻液氮的时候，我的保存期限就会加一年嘛。可是台湾的业界其实用冷冻液氮用的很少哦。对啊，因为台湾大部分会用的液氮是冷藏的液氮，可是它不能做冷藏液氮，因为冷藏液氮只能放几个月而已。不是，冷藏液氮只能加7天，加7天。所以他做成冷藏液氮之后，他放的时间就更短了，他更不能去放了。所以。我做冷藏液氮，我就解决不了问题。对，所以它只能大量做成冷冻液氮。问题是台湾的冷冻液氮厂非常的少，所以即使是台湾全部的冷冻液氮厂都下去帮你代工了，也来不及代工掉这么庞大的数量。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蛋已经六月、七月就在那边放到过期了。好，那刚才讲的为什么五月？一下子进口这么多蛋，然后这个蛋多到一下子完全消耗不了，消耗不了我才要修扛修旁，我才要伪造文书，我才要改变产地。你说关键都是这一次完全改变了我们过去进口蛋的模式。我们刚刚讲从2016年台湾就开始进口蛋了，进口蛋我们本来有基本的模式，我们也有一些厂商，我有很多的经验，而且一开始说我们从泰国进蛋，从澳洲进蛋都没问题，从哪里开始出事情？从土耳其进来开始出状况的。是的，其实在一开始调配的时候，最早来的是。菲律宾的鸡蛋，而且那一批鸡蛋进来啊，品质非常的差啊，对，非常的差，甚至连洗都没有洗得很干净。可是那缺蛋嘛，大家没办法，所以就用了嘛，对不对？那下一批来的、啊、就是土耳其鸡蛋，这土耳其鸡蛋就是大家看到的、啊、有鸡屎的，有羽毛那个，对，连检疫都不知道怎么样会进来的鸡蛋。可是土耳其鸡蛋是谁的？是谁进口的？谁进口的？是中央畜产会自己进口的。结果你自己去进口了这大量的这么脏的，而且还没有洗选的土耳其鸡蛋，那你这鸡蛋进来要怎么办？当然要洗选才能用嘛，对不对？
所以才有冰火五重天重新洗选。对，那你这洗选了之后，这洗选之后又转成常温的时候，这品质就很差嘛。所以这些加工厂当然不愿意用了啊。对，对啊，那这些加工厂不愿意用，你把人家的印象打坏了。加工厂发现说，我一开始配合你买一些，就发现这蛋的鲜度，对，这蛋的品质这么差。那而且重点来了，重点还是这个价格跟台湾蛋一样。那如果价格一样，我为什么不买台湾蛋？对，我要花钱去买你这跟台湾蛋价格一样，因为台湾蛋至少比较新鲜呢、啊。对，台湾蛋比较新鲜嘛，所以这些加工厂就不捧场了嘛。不捧场之后，你接下来五月、六月大量的巴西蛋来了。这里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巴西蛋的品质真的很好。巴西蛋是好蛋。对，巴西蛋是好蛋，它的品质没有问题。所以它如果真的有喷上蜡，要90天、120天可能没有问题，但是你以日本来讲的话，它要求的是品质更好，对，所以日本才要求在60天内迅速用掉啊，对不对？你放越久，它的品质当然越啊。当然说我们如果品质，你听说巴西蛋可能不是问题，可是巴西蛋你要考虑你的传奇，传奇就42天，所以你巴西蛋进来的时候，你要跟老天抢时间，你要去在规定的时间里面把它蛋用完。你如果要去抢时间，你就要计划非常完善。进来了以后我要交给谁，进来以后我要怎么处理，这东西都有计划，重点在没有计划。没有计划我不知道交给谁，不能交给谁我就只能放在那个地方，放越久再好的蛋都烂掉了。对，所以你看这些鸡蛋来了交给中央畜产会之后，畜产会要去交给台湾的蛋商嘛。照理讲是我台湾蛋商应该已经先跟你买好了、啊、已经先跟你中央畜产会下好多少下好单了。对，说譬如说我五月第一周我要多少鸡蛋你要交给我嘛，对不对？然后哪一间厂商都讲，可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个状况啊，反而是中央畜产会来了之后呢，再来问这些蛋商说：“你北部，你北北，我手上有一批蛋，你要吗？”对，那这些蛋商一开始当然说政府来了，公关之类嘛，就买了之后发现这鸡蛋很难用，那很难用，他就是认赔了嘛，或者是拿来送啊，或者是怎样？那你叫他下一次买的时候他要不要？不要了，当然不要啦。所以说正好好的巴西蛋来的时候，哇，就堆在那边，因为大家已经失去对政府的信心了。好，所以董事长。这件事情刚刚讲的越闹越大，而且减掉现在已经进来了。现在刚刚讲的这业者，请假 A 告对 C 告。第一个，他现在面临高额的一个罚款，现在搞了半天，他还有刑责。我觉得这个业者的部分是小事情。哦、今天这个整案最大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你想想看，整案出来的完全在中央畜产会，对不对？中央畜产会全部总量，而且你抓到核心是中央畜产会。中央畜产会，我们不要讨论太复杂，因为这件事情的麻烦在哪里？因为它是蛋，蛋会怎么样的？蛋它的破坏力啊、哦，它骚扰影响我们台湾人的面积啊、哦，是全国全省都被它影响到。对，它是大面积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安全，这是麻烦在这里。如果别的他搞别的事情了、啊、哈，当然搞不到。你说什么搞什么都跟啊？但是你跟我们距离很遥远。这个蛋是每天跟我们有发生关系的，是第一个。他犯的错误就是碰这个蛋碰坏了。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你说他哈、哦、没有计划就进来了8000万颗蛋，你相信吗？不是吗？怎么可能那么笨的人呢？你把林宗贤这些人这个陈吉仲看太简单了嘛？他怎么可能说很简单？他这个八千万，可是没有办法。当时地市面上就缺蛋啊，缺蛋了以后，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想尽各种办法跟全世界调度蛋。调度蛋的时候，总是有一些细嘎差呀，总是有一些失误啊。我多进了一些蛋，有什么不对嘞？对，多进一些蛋没有不对，可是多进了超过三年总额买的蛋，因为你这个很简单，你进的蛋一定是根据你去年前年。台湾的蛋的消费有一定的这个数据的嘛，他怎么会突然间买出来这个爆量爆到过去3年5年都不会买的量跑出来？哎、欸，我们讲的农业部对于台湾大家讲的很清楚，一天需要多少颗蛋，掌握能力很强、啊，他们是很清楚的，他有数据嘛。我们现在就探究请教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为什么买8000万颗蛋？他买8000万颗蛋的依据是什么？而且在短期间3个月内把它干掉。干巴西蛋嘛，对不对？而且就针对着巴西干的嘛。然后干完以后，其实他并没有销售，哎，他的直接放仓库，他就放仓库就准备做液体蛋嘛。对，所以他是有计划的。怎么没有计划？来了，想好了，超买完怎么样呢？就是所以不是香烟可以超买，鸡蛋也可以超买。超买完了以后，就开始准备去加工嘛。
就本来就等于他原来想法很清楚啊，他知道他超买，你知道吧？他哪那么笨？他超买他怎么办？他要放一年嘛。我这个合理的，我合理的判断他，我买了8000万颗蛋，这8000万颗就没有想过要给你搞什么洗选啊，什么新鲜蛋，他就给你搞一年，一年的话就不超买了。对。我慢慢搞你啊，我在一年内就他就慢慢消化掉，慢慢他还讲了调整物价嘛，他还要平抑物价，还要打击不良蛋商。你看他的这个对魏国就对这个魏国为民，魏国为民的贡献很大嘛，所以他原来计划就是8000万颗蛋进到仓库，进到仓库之后，然后去再搞去打成这个打成一袋，对这个事情就完全天衣无缝了。哎，结果没想到，代志不康啊！不康在哪里，你知道吧？他弄个50万的公司来搞这个事情，大家一看，哎，怎么搞个？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这样干嘛。你说第一个破口是超市，超市50万嘛，50万怎么干这个事情？大家开始追。哦，所以你如果找一个大厂商，你搞了一个8000万颗蛋，大家看看也就算了，这个洞也就不会爆了。他不会找大厂商，不会找大厂商，因为他搞巴西嘛，巴西没人搞过嘛，没人搞过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第一个，巴西这边就稀里糊涂乱搞一通，他巴西到底有没有过期你也不知道，因为巴西这个国家我不知道，我不了解巴西，我不敢污蔑巴西的，可能巴西在出口时候给你的出厂的时间就本身就是过期的吧，他可能从他是跟蛋厂买的吗？跟蛋商买，是跟贸易商买，还是跟巴西的生产蛋的农买的？蛋农买的，我问你啊，我不知道。所以巴西出口的到底是不是已经过期了？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嘛。所以巴西可能已经，他到什么时候停止买巴西的？巴西禽流感它停止的嘛？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8000万颗是个很诡异的数字，这个不合理，都知道。去年也没有这个需求嘛，先有需求才有采购，对不对？没有需求怎么突然跑采购，那什么道理？所以东西好不好我们不知道，他来他也不敢卖，他就丢仓库，你看到没有？有了，有的是洗选了以后，洗选后也不要扛了，不要扛嘛，你听我讲嘛，他砰一下全部弄到台湾来，台湾来往哪里放？往他妈仓库放，仓库放往哪里堆？有一袋就堆了，就一袋啊，给丢了，你知道吗？卡住了，不搞过头了嘛，撑不下去了，撑不下去嘛，大家胸椎连一袋都消化不了，就被我们逮到嘛，我们开始没逮到他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再去追问一个问题，他说利润3000，我跟你讲，要跟着3800万，跟着钱走3800万，绝对不是3800万，搞不好是3亿8000万，这暴力才会干这个事情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绝对跟你拼下去，哎，是你拼的嘛，拼啊，拼啊，是你拼的，我听你这样讲，我都热血起来了，这拼不下来，你拼。这做生意两种嘛，我们正常做稳稳的走，这个像台塑这种公司一搞100年200年，他这种是什么？赌，就是赌徒嘛，跟你变成赌鬼嘛，哇就哇。好，玉凤，现在讲的，今天是减掉单位进来了，对这件事情有刑责了。对，这个东西其实哦非常的简单呐、啊，就是说你这个食安的东西啊，你该是哪里产的，你就是哪里产的。在过去来讲，我们食安发了。非常多年把这个东西给立法弄了起来，所以大家看到你外面的标示是什么就是什么。现在来讲，哎，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说谁带头作乱？政府带头作乱。如果说你现在农业部告诉厂商政府带头作乱，对，如果你现在农业部告诉厂商说可以这样子搞，厂商会帮你扛吗？厂商不会帮你扛，因为随便一件都是3万到300万。那你说这个东西到400万，对，到400万，那还有到2亿，对，到底谁要帮你扛？那现在来讲的话，你说农业部是主管机关，你不知道谁会知道？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新北地检署已经要查下去了。查下去之后，我觉得大秘宝就在这里。大秘宝查下去之后呢，你觉得这些厂商会帮你扛吗？肯定不扛。一来，如果一些往返的一些对话记录，或是一来有一些证据已经马上交出来，交出来之后呢，我看这个次长你要怎么解释这个东西？你根本不可能说，哎，我的认知不对，或者是我没搞清楚这个东西。你到了地检署之后呢，就是一条归一条，谁叫你这么做？厂商逃不逃得掉？我看也逃不掉。你不可能说，哎，农业部叫我讲，我就这样做，你就没事。你该罚，你还是会被罚。但是你这个教唆的，就是农业部啊。农业部叫他们这么做，那农业部有刑责？对，我觉得一定会有。那只是说你要怎么切割？因为现在最难厘清的一件事情是说，你怎么会是
带头叫厂商来做这个事情呢？你这个东西对法条上来讲的话，你根本没有这个约束力，所以要办你还是会办下去，只是说到底农业部要怎么承担这个刑责？